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作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所以变成有些事我自己是很真实的知道，某些大意啊、偷懒啊，即我直情唔敢话，懒咗添，呢啲字眼我唔敢用喺特别重要嘅嘢度，因为我一懒咗添咧，嗰个跟住嘅后遗症就一定会出现嘅。我一定会系好小心，我所以常常都教身边嘅，所有可能出事嘅嘢咧，一定会出事嘅。如果我哋一偷懒嘅话，所以咁多年里面咧，我系绝对会知道咧，我行差踏错嘅话咧，个后果系乜嘢嘅。OK， 而事实上。经验之谈嘛，一来，第二我越睇圣经咧，就越更加多去帮助我去理解嘅。咁事实上我亦系用呢一个咧去捕捉翻我自己侍奉嘅方向啦，甚至到而家嚟讲，可以捕捉好精湛、好精准嘅神嘅时代计划啦，系咪？咁我相信呢个弟兄姊妹你有机会而家听我嘅自传嘅时候，其实你翻我哋教会噶嘛，你知道我讲紧乜嘢噶，系咪？我点解能够会知道呢？原因全部系爱嚟咧，去知道我嘅结局。所以，譬如好似我见到呢个 Full Gospel，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呢个 Hugo 佢所做嘅，我会羡慕嘅。我先系觉得佢同我唔同嘅话咧，我会羡慕。我希望能够加喺我嘅侍奉当中，我希望我能够咁样做。我会即刻睇，我会好留心、好小心，以晚辈嘅身份去听，而并且咧，我希望咧能够喺咁嘅光景当中，喺佢嘅身份当中能够做翻咁嘅嘢，我会直情系第一时间咁谂嘅。但系当我咁谂嘅时候咧，咁咧神就会俾我知个结局嘅。OK， 咁所以简单嚟讲，点解我会知道呢啲人即系佢九成系会落地狱咧？好简单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喺佢嘅身份，我讲嘅 exactly 系佢咁嘅身份，做佢咁嘅位，然后我做翻佢做嘅嘢咧，我会一定落地狱啦。咁样咯，而并且我会跟住落地狱之前咧，嗰十几年我会遇到呢啲，几十年之后就会遇到呢啲，咁我就即时会选择。哇！我梗系唔照呢个方法做啦，我一定用翻呢个方法啦，用翻我自己嘅方法啦。就好似同我哋成扎倾嘅时候，佢哋俾晒证据俾佢哋知道，我系真系凭住良心，我为咗救人，我讲呢啲嘅说话。但系佢哋讲到最尾都系话啊，你出嚟讲大话咯，你否定翻你讲嘅嘢咯，就算害死几多人都冇所谓，最紧要救你自己啊嘛。如果唔系，我哋都话你邪教异端噶。佢真系咁讲。OK， 咁我正如当时我听咗之后，我就算啦，我当我唔信主啊。我唔信主都会鄙视你啲咁嘅人啊！即系何况我信咗主，我就算信道教啊，即系上唔到天堂嘅道教啊，我都会鄙视你啲咁样做人嘅方法啦。你做咗牧师就攞正牌去做呢啲咁嘅嘢，所以变咗开头同佢倾咧，我都会啊好开心啊，因为佢哋即系好识得装假啊，猛咁去冧你啊，话啊其实点噶啦，你听晒我哋讲嘅点噶啦咁样。但系越倾咧，即系一次两次三次咁倾咧，我就开始发觉哇呢啲人原来系咁样嘅吓。再加上去倾完之后，事后见到你所做嘅嘢啦吓，跟住嗰几个月喺继续喺报章啊，继续喺有机会公开嘅场合咧，佢哋都攻击我哋教会咧。所以当时我自己本身就算我谂啊，我唔系一个牧师，我唔系一个平信徒，我当系一个非基督徒，我都会鄙视呢啲人嗰种嘅做法噶嘛。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啦，当我越倾越了解佢哋，越系咁啦。但系就如我所讲啦，其实我点样可以喺呢个哇明明应该啊会有叫做利害关系噶嘛，系咪会有利益冲突嘅情况底下，我哋点样因此运作对方呢？其实就如我所讲啦，我随时打开就话，如果我嗰人证明到我唔合乎圣经，我系错嘅，我绝对会改嘅。因为边个唔想有祝福啫？边个唔想可以喺神嘅面前得到最大嘅称赞啫？系咪？咁所以在我嚟讲，我觉得呢个系最理所当然嘅。所以当我见到一啲人同我做法唔同，譬如好似我见到赵牧师同我做法唔同，我见到赵牧师嘅副手 Danny 牧师同我做法唔同，我见到譬如其他人同我做法唔同，我就会即刻考虑啦，我会唔会采用佢？全面採用佢或者部分採用佢做嘅嘢，而神就会话俾我听咧。当我咁做嘅时候咧，按住逻辑咧，我嘅人生咧将来就会点样嘅。我亦系因为咁，所以调翻转啦。当我咁样去谂，我直情完全系谂住我自己投入晒佢嘅身份、佢嘅工作、佢嘅做法。咁然后神就完全投入话翻俾我听。咁我跟住咧会几多年、会几多个月，或者系之后我会遇到啲咩？譬如举个好实际嘅例子，你就明白成个运作嗰个
即系慢慢后面变成嘅，完全系真系超自然因子运作啦。因为经过29年嘅印证咧，嗰啲肯定系因子运作。因为准到咧系讲紧20几年后都系我讲紧嘅咁多呢啲嘅牧师咧，佢哋嘅遭遇或者佢哋自己嘅走势咧，系好准确地照住我当时所知嘅演变噶嘛。譬如举个实际嘅例子，咁你就明白个运作嘅程序。就譬如好似举个例子，有阵时有一次我喺台上去分享一篇讲道。咁分享篇讲道嘅时候咧，其实系喺其他教会嘅。咁嗰间教会当中，其中咧，因为有其他教会嘅领仔喺度啦。咁其中一个女嘅负责人啊，系嗰一间教会嘅女嘅负责人啦，系灵恩教会嘅女负责人，就喺度听紧呢篇讲道。而我通常同亲呢啲领袖啊，同埋佢哋身边人啊分享嘅时候，我都会一路教佢哋点样合一啊、和谐啊、支持自己嘅领袖啊咁样嘅。但系当我讲呢篇信息嘅时候咧，我在台上就见到这个女的领袖很专心听，但问题是很专心听的时候，那个眼神呢被我感觉到一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她的眼神，当我望见这个眼神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哎呀糟了，这个人将来一定收工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她的眼神呢就是好像哎你哋知咧，嗱而家咧又话讲你哋啲衰嘢啦，吓你哋咧，但你个眼神仲要系好似嗰啲嘅粤语长片咧，余丽珍嗰个时代啲粤语长片，嗰、那个西宫咁啊，吓即系做奸嗰个女人咁啦，佢直成系咁眼神，哇直成成个好似呢个嘅李香琴咁样眼神，咁我当时望见呢个眼神，一路讲边度，唉。即刻已經收到我，因為我直成會即刻可以代入去，就如果我是一個人聽神的話，用咁嘅態度嘅話，我會點樣？因為佢好明顯聽神嘅話，唔係用神嘅話咧去喂養自己，係用神嘅話咧，好似幫佢出氣咁樣啊，即係幫佢出氣，係啦，而家我正確啦，成啊咁，呢個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聽講道嘅時候咧。成日听听啊！哎呀，如果我老公翻嚟听呢篇就好啦。哎呀，如果我老婆听呢篇就好啦。哎呀，如果我边个边个听呢篇就好啦。我哋成日都将神嘅话用喺人哋身上，而就算明明嗰篇讲到系我哋喺度听紧嘅，我哋变咗用呢个方法，我哋会点样啊？我哋就会卸晒每样对我哋嘅收削噶嘛。神嘅话，因为神嘅话，如我所讲，佢系摆喺边度啊？摆喺你嘅心先产生呢果效啊嘛。摆喺你嘅心先改变到你想改变嘅人噶嘛。如果我哋一听神嘅话，直成谂住神嘅话咧，为你出气啊，讲俾其他人听嘅话咧，咁就大件事。但系仲要嗰个态度咧，嗰种李香琴嗰种眼神咧，我知道，哎呀，弊啦呢个人，呢、这个人直成系随时都会被佢自己教会排挤啊。咁事实上过咗年几之后，我收到个电话，真系啦，佢俾佢自己教会排挤，佢冇办法喺自己教会当中。服侍和帮手推了去山卡拉一间的分会去负责。我就是讲这样，就是说在很短时间当中，我见到那个人他的态度、他的眼神，或者他做事的方法，或者在一件的冲突当中他所采纳的立场，我会即时代入我是他的身份，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神下一步会怎样处理我，即是他会可能是孤立我推走我，或者将我摆去另一间教会，我直成会是会见到一个这样的将来。那而那个呢，导致我当然当然不敢效法这些人，因为事实上你侍奉的话，效法一定是你每一天的功课来的，一定的，因为始终侍奉嘛，是不是？就是教会有这么多事可以做，有这么多事可以发展，所以变成我通常我会效法很多我见到的牧师，我尽量不会被我自己的孤陋寡闻去限制我嘛。通常我见到有很多的做法，我会考虑我会不会效法这些的做法。但当我代入去如果我在这些的身份我会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会很清楚给我见到我自己的将来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尽步至圣所，唱赞美爱歌，要献上我心，愿主感触我。活在你爱中，甘安然躺卧，愿我心灵重获得稳妥。存活地上
仍认定尝试我帮助，纵遭险阻，心欢欣赏情况中震波，心中因你安静并温暖，独有你保守我，你伴我肩风波，欢欣像从厄群全冲破，能沉着颠簸，全能做物主爱我。